奶奶。顾惜啊，奶奶，我是顾惜。刚刚你说的也是我爷爷。阿姨有两句心里话要跟你讲。我的两个老头子都是家里给安排的，他们叫我回东北我就回东北，他们叫我回阜阳我就得回阜阳。人呐，一辈子要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，不然要后悔一辈子。